收看《国海大赢家》，我是李新云。今天可以关心到期现货双双的开高之后震荡走跌，都收在一整天的相对低点。好，大家很好奇，就是这个盘势真的太诡谲多变了，后续投资人该如何操作？我们请专家告诉我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巨阳投顾的曾分析师苏威元，威元你好。新云晚安，大家晚安。好，这个盘势真的很诡谲多变，昨天感觉起来有点像是在诱空。对。但今天变又多了，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大家会觉得说，既然刚才盘这两天的盘啊，有够难做。对，我昨天还跟大家讲说，昨天的那个早盘上冲下洗嘛，很多投资朋友说，温老师啊，超级难做。对，那今天的盘，你看到、是不是先涨上去，后面又杀下来？所以投资朋友今天的心声还是温老师啊，超级难做，对，还是很难做。所以，我这样子讲，其实每一天的行情都不一样，所以您才需要正确的工具。来帮助大家做一个操作。其实今天礼拜二了，明天是周三。好，周三是什么日子？台子期结算哦。好，明天是台子期结算，所以我会跟大家聊一下，明天有一些很重要的重点，而且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活动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有一个资讯分享的活动。说，吴老师什么活动？来，我跟大家来聊一下。来，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画面。好，我们跟大家讲，好，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期指当冲的速成绝招，这个很快哦。期指当冲速成的绝招，好，投票。什么叫期指当冲速成的绝招？很简单，你只要一看一秒钟，你要知道说现在是多还是空。你说，王老师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方法嘛？我跟大家讲哦，一秒钟你一看就知道说现在是多还是空。好，这个是我们要在资讯分享的活动里面跟大家来聊。他说，那透过什么方法？你几秒进的谁啊？一秒钟你就看出来说现在是多还是空？我现在要做多还是做空？现在要观望还是保守还是积极？怎么看呢？就跟我们第二个重点有很重大的关系。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好，我们第二个重点有一个全新的多空指标，要发表哦。这个是其实温老师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全新的多空指标的发表。好，什么意思？今天是7月14号了，其实已经来到下半年了，已经过了半年了嘛，甚至半年多一个月了，半年多一个月。所以接下来的行情，其实过去的半年魏老师想很久，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要随便弄拿出来给大家，不是哦，我们是经过了半年的思考，魏老师经过了半年的修改去修正，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东西跟大家来做分享。为什么？因为现阶段进入下半年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涨跌幅变化嘛，7%变10%，所以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工具必须有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够应对新的盘势。现在的变化，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这一两天涨跌幅动不动就一两百点，对，所以你有可能一天赚一两百点，你有可能一天赔一两百点，说吴老师对你，所以我们才需要说新的工具、新的指标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其实温老师绞尽脑汁吼，将近半年的时间，真的我们都没有跟大家讲。将近半年的时间，那我们终于把它完成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新的活动当中，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跟大家做分享。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好，所以这个是全新多空指标的一个发表。那跟第一个的一个重点关系在哪里？你要能够期指当冲速成的绝招，就是要透过第二个全新多空的指标的一个发表，你能够一秒钟。几狂了，怎样？我现在是偏多还是偏空？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活动的位置点，那我们请往右上角，我们稍微带一下。已经写得很清楚，三个最大那个字，就在那个地方，好不好？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来，我们再拉回全画面，谢谢。所以那第三个呢，台子期，明天是七月份结算，接下来就是八月份合约了。所以我们会在活动的当中跟大家来聊八月期指合约的一个规划，到底涨的机会比较高，还是跌的机会比较高？对，我们都把它统计出来。所以，投票，如果你觉得七月份的行情，你觉得我告拍手，对，今天是这样，昨天是这样，上礼拜四，对，礼拜五没有，上礼拜五是台风假嘛？上礼拜四、上礼拜三，你还记得吗？上礼拜三跌了300点，上礼拜四上冲下洗 ，V 型反转。那今天的行情格外的重要，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对于接下来的行情你感到很茫然的啊，我们让它走，真的。做多也不对啊，放空也不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我们这个活动，投资朋友就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来，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画面。所以，
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棋子当中的速成绝招，投资们不用花你太多时间，我教大家一招速成的绝招，你一看就知道说，一秒钟你可以变多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全新多空指标的一个发表，跟大家来做个分享，还有台子棋八月合约的一个规划，那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中场广告资讯，中场广告资讯，因为法规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广告当中把详细的资料跟大家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讲到这边，我想活动跟大家分享过，重点是今天的盘，刚刚新宇有特别提到嘛，还是上冲下洗啊，这个变化还是非常的大，变化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行情。好，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画面。好，你看一下今天的行情是开高震荡先拉抬，对不对？先往上做一个拉高的动作，再出现一个下杀。今天的高点在9084，低点在哪里呢？好，我们再把画面拉远一点点，这个右下角有个字。好，低点在哪里？8982，所以高低点相差了102点。那你看哦，今天的行情是杀尾盘，几乎快要收最低点，对不对？我在讲的是今天最低在8982，几乎要收最低点。今天收8984嘛，差两点而已，跟它差两点，所以今天快要收最低点。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我这样子讲，今天属于一种叫做倒 V 型反转。为什么叫倒 V 型反转？我们再看一次，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你看是不是像这样子？早上先急涨，哦，这样子冲上去，再往下杀，哎，像不像一个 V 字形把它倒过来？哦，还蛮像的，对不对？冲上去，再杀下来，冲上去再杀下来，好，同学们，那这个就是重头戏嘛，倒 V 型反转。我觉得上礼拜也跟大家教过 V 型反转，我觉得就如果时间够，我再跟大家来做说明。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我们今天就是针对倒 V 型反转跟大家讲很清楚，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我们的手册，我们的手册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客户都会有，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来，我们请摄影师来手办。好，我们这一本出奇制胜。指标当中再进化这一本可以说是棋子操作的这个秘籍啦，秘籍里面都有，所以里面的重点有什么？来，我先举一个例子，里面的重点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多，当然也不可能说在节目当中全部介绍完了，介绍完可能这个一个礼拜都介绍不完，真的很多，所以我们只能挑重点跟大家来讲，甚至在课程里面活动的资讯分享的活动才能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好，所以里面的内容有很多，里面有一个叫做变盘视觉，叫做变盘视觉。好，那变盘视觉的内容里面有什么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里面的内容 不外乎就是这几种，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变盘有几种细款，每一天当冲的行情就是不外乎这四种。那变盘怎么变呢？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你看一下变盘有四种，对，一种叫 V 型反转，另外一种叫倒 V 反转，一种叫开低走高，另外一种叫开高走低。好，今天是属于倒 V 型反转，上个礼拜四是属于 V 型反转。好，投票你可能忘记说，吴老师上个礼拜四的行情怎么走？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怕大家忘记了，因为行情来来去去变化很快，你可能秀起了看过有够没记啊，可是呢如果你忘记了，你可能同样错误会再犯一次，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把它记起来。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好，你看这个是上礼拜四，这种就叫做 V 型反转，对，先往下杀，再往上反弹。好，那你看哦，这样一弹就弹了160点。好，这个是上礼拜四行情，是属于 V 型反转。好， V 型反转，那我其实上礼拜四跟大家介绍过，所以今天先不花太多时间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这种行情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掌握，这个非常重要。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好，变盘视觉的第二招叫做倒 V 型的反转。倒 V 型的反转，投票什么意思？就跟今天盘非常像，是不是先冲上去，后面又杀下来，震荡震荡，尾盘收最低。对，所以很多投票可能会追在最高点，追在最高，或者是今天杀下来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你可能会很混乱。可是呢，如果你方向把它看清楚，你今天其实是可以反败为胜的。我跟大家讲很清楚，所以你看哦，倒 V 型反转它的里面的定义是什么？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我们请回到手板的位置。好，倒 V 型反转是什么？力度极强的空方反转形态，你没有看错，是空方。为什么？因为它最后的结果是杀下去的，对不对？先涨后面杀，所以它是一种力度很强的空方反转形态，对不对？今天收最低啊，今天收最低，所以是一个很标准的倒 V 型反转。那往往出现在市场
剧烈波动的时候，最近是啊，最近消息好多，希腊问题，对，中国大陆很多问题，所以呢，价格波动会很剧烈，在价格顶部，就是头部最上面只出现一次的高点，在指数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出现了大涨，投没有，对不对？今天的行情，我觉得再给大家复习一次，今天的早盘是不是，咻咻咻，看起来好像很强，好像要万里无云，一帆风顺，结果突然砰砰砰。又杀下来，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我们再看一次，来，我们请摄影师先回到电视的画面，你看哦，早盘是先开高，震荡完再往上急拉，对不对？最高来到9084这个位置的时候，9084可能很多投票拢没了下，你可能追在最高点，那怎么办？那如果你今天有工具画面，其实有一些问题哦，你可以避开，你今天不会追在最高点，甚至您可以反败为胜，这个是我跟大家讲，所以你看哦，来，我们再回到手板的位置。好，你看哦，倒 V 型反转的定义，在指数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不对？今天早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最后出现大涨，多头得到了极度的宣泄之后，是不是一直涨涨涨涨？得到极度宣泄，便出现了危机。短线客看到指数上涨乏力，就会反手放空，就形成了倒 V 型反转。好，那你要怎么掌握？倒 V 反转就是什么？高档乖离加上分析转空，好，投片我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举一个例子，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你看一下这一次的一个行情，这是某一天的例子，好，我举例，是不是高档乖离是一个蓝色的三角形？分在上面，对，好，然后在上面嘛，哈，这是某一天的行情，然后分析呢，蓝色的转成什么？变颜色，好，变成红，这个红转蓝，然后更正一下，红色的转成蓝色，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什么压回下杀了150点，好，投票，这个就是某一天的例子。好，那投票跟今天的行情有没有类似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比较快哈。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好，你看是不是像这个样子？今天的行情，你透过工具的画面，本来是长这样子哦。那你透过工具的画面，你看今天早盘先往上拉抬，那你看这边好，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把它拉近一下，这边出现了一个高档乖离讯号，在9076，好，投票，你不要忘记我跟大家讲，你要搭配什么？当高档乖离出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三角形，来，我们请回到手板，这个讯号代表什么？多方解码讯号。好，当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你要再搭配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你在看到分析由高档红色翻成蓝色的时候，哦，其实投票很简单，你再看一次，看到这个蓝色的三角形，然后分析高档红色的。转成蓝色的，它就很容易形成倒 V 型反转。哦，这个跟 V 型反转是完全反过来，可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所以你看是不是像这样子？往上拉抬出现这个高档乖离。好，我们往下面带一下。好，这边是不是由红色的翻成蓝色？对呢，这边就开始什么出现一段下杀。哦，这边分析开始转空。出现一段的一个下杀，好，投票，那我直接把工具的画面，哦，把它重现一次给大家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行情，你要如何去做一个掌握，就运用工具的画面。来，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你看这边出现了一个高档乖离讯号，好，投票，可是这个地方呢还没有跌哦，还没有跌。那你看，那你就说，这边有一个啊，可是你看，来，我们先往下带，是不是还红色的？对呢。还红色的哦，你要等到它变成蓝色的时候，你看当行情的变化在走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出现蓝色的？真的耶，来，我们再往上带这边，对不对？蓝色的这个高档乖离，然后分析在高档转空，好，我们再对次，好，跟我刚才讲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学会了，你以后就知道这样做了。好，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来，我们请回到手板，是不是像这个高档乖离，然后？分析转空，好，这个东西跟这个图是不是一样？来，我们请回到手板，是不是像这个蓝色三角形，红色翻成蓝色的，所以它很容易会形成倒 V 反转，一杀就杀了150点，好，对不对？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第一个你知道说这边千万不能够追高。我在讲的时候，那个拉抬到今天最高点的时候，很多投票真的疯了，真的通通跳进去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我知道这个不行啊，有危险。有危险，所以当然那个高点是不可以追的。当然压下来我们再做另外的布局。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讲。所以你看后面的行情怎么走，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好，你看当两个条件符合的时候，行情它就容易出现倒 V 型反转的压回。你看这边就开始急杀，对，是不是往上拉又往下杀，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
倒 V 型翻转。你看这一根 K 棒一杀就杀了将近50点。好，你再看一次哦，是不是像这样？好，你看哦，这边翻成蓝色的时候还没有跌哦，还没有跌哦。那你再看后面的行情震荡完之后，哎，这边就急杀，对，这一段杀下来就跌了将近50点的空间，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又多的一个格局，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在今天拉到最高点的时候跳进去追，后面杀下来你可能就哎、欸、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尾盘你看尾盘收最低，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今天的行情会觉得说啊，那杀博那安内吼，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画面部分，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就像这样子，高档乖离在这边9076分析在高档转空杀下来大概60点的空间，好、哦，大概60点的空间，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教学。都会跟大家教得非常清楚，甚至跟我们的这个客户做说明都会这样子讲，来我们请回到手板，好，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当然是偏空操作，偏空操作这边做一个进场的动作，杀下来8985这边市价把它做回补，今天的最低点在8982，只差3点而已哦，所以大家在哪里回补？这里，好，这里补在这里，今天快最低点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哦，为什么跟大家来这样讲？补快最低点。那当然，你看今天的行情大概45点的价差，昨天116点，加起来已经161点。所以我跟大家讲，每一天的行情本来就是会有变化，我们的进出也是。可是你要看到最后的结果，对不对？你要相信魏老师的判断跟专业，最后的结果要让你获利，这个才是重点。好，这个才是重点。我们就依照纪律来跟大家来做说明。所以我们再看一次，来，我们请回到手板。所以今天的行情。9025这边还是要偏空，然后这边8985这边把它做回补，市价做平仓，这边杀下来补在这里，好，补在这里，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非常的重要，好，非常重要，补在快要相对低点，所以我不会跟你说啊，你补在每天都买最低卖最高，一波 calling 啊，好，所以那个是神才办得到，怎么可能每天都买最低卖最高？可是你要赚钱，这是办得到的，我再跟大家来说明，你要赚钱这是办得到，所以你看其实运用工具的画面。每一天的行情都是类似的，都是类似的。你在看到、昨天行情也搞死很多投资朋友。我在讲是昨天行情，看早盘量，我昨天有教过大家嘛。其实我希望每一天节目当中都能教大家一些新的事情。今天教大家倒 V 型反转，昨天教大家对称 K 线，上礼拜四教大家 V 型反转。所以你看，看魏老师的节目，其实有一些收获啦，不是说听我讲完，跟你秀，你看这边买，这边买，这边买，这边卖。就没有了，不是哦，我都会跟大家教一些你要知道的操作的心法，所以其实给大家一个观念，来，我们请回到手板。好，消极的人失败后会选择从此放弃，好，投票千万不要放弃，对，成功的人失败后会选择重新来过，投票，我相信你都是后面的，什么叫后面的？就是想要当成功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还在看节目，对，你现在在看节目，如果你现在说啊，我不玩了。对，最近好难做，下半年不玩了。那投票，你现在还会看节目吗？不会吗？你现在4点多嘛，对不对？4点对一下时间，4点18分嘛，正好5岁嘛，对不对？你不会看节目，可是如果你现在在看节目，代表什么？你非常的认真，哦，你非常的用心，哦，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你其实每一天的一个行情的部分，哦，你就运用工具去操作。你看，像昨天行情也是非常类似。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是上昨天的行情，7月13号礼拜一开盘出现买进的需要，你看中间那个震荡，对，让多少投票洗出场。好，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把它拉近一下，这边你看哦，震荡来震荡去，你看这边上影线下影线一大堆，昨天的早盘，好，如果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投资朋友，你是很难在这个盘势上获利的。可是你看工具的讯号告诉大家什么？买进讯号8934，加码多讯8950，好，红色箭头，红色星星。好，我们把画面拉到全画面的部分。好，所以你看，这个昨天行情工具的画面，看报到最后将近102点的一个空间，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其实昨天的行情，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好，这是昨天行情，7月13号礼拜一早上9点04分，一样，我们请大家你要偏多做。今天就要放空了，对不对？所以每一天行情都不一样嘛。昨天你要偏多，撑过早盘的洗盘，你才会是赢家。好，第二笔我们方向做对就要坚持8937。好，所以呢还是多方空，还是多方控盘。那你看指数向上突破了9000点，好，验证我们昨天早上的说法，大涨120点嘛。那第一笔落在我们分批做了结60点，昨天出在快最高点9005点。后面我再讲是昨天
出在快最高点，我不会跟你说啊，那个就是9005点，我们出在波啦，9000点附近。今天补在真的又快最低点，我不会跟你说那个最低点我补不是啊，可是很差三点而已呢。我觉得已经我们尽力了，好，我们尽力了，好，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来，我们请花手板，所以你看这边，哦，60，第二笔56，合计多少？116点，多少？23000多块。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的预期一样，多方大涨，周一有好的开始了，所以今天还是持续帮大家来做操作获利。所以你看，这个是昨天行情8940、8937，到了尾盘，我们撑到最后，对，你要撑到最后才有丰硕的果实，116点的空间，好，116点的空间。所以每一天的行情，明天是台指期的结算日，七月份结算，它的波动，投票我不用我讲，你也知道，变化共立马塞，相当剧烈。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我们就会有特别的活动，甚至是礼拜四接下来八月份的合约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画面。好，我们有棋子当冲速成的绝招要跟大家来做分享，还有我们全新的多空指标发表，吼，你一秒就知道多空，而且我们花了将近超过半年的时间来做研究，全新的跟大家来做发表，还有台指期八月合约的规划都会在这次资讯分享活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请大家留意中场广告的一个资讯哦，欢迎大家来做下去。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先休息进广告，马上回来。操盘投资实战班，棋子当冲速成班，7月15台北趋势精英与您有约，02-2506-6808，02-2506-6808。舒服时尚 GP 凉拖鞋，操盘投资实战班，棋子当冲速成班，7月15台北趋势精英与您有约，02-2506-6808，02-2506-6808。透气排水，舒服好穿 GP 凉拖鞋。为什么又要回去加班？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我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葡萄王田七磷脂王精华液，磷脂固体质，田七补体力，双重保护力。喝完去加班，下班再带他去看电影。身体好，一切都会好。葡萄王田七磷脂王精华液。运动皮卡销售冠军福特 Ranger， 纵然前方无路，也成了路。我走我的海阔天空，福特 Ranger 为挑战而生，全新到港 Ford。你今天吃了什么？你运动了吗？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爆，危言耸听，真假难辨，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不要轻忽小问题，魔鬼藏在细节里。专业顾问团队守护健康大小事。我是雅芳，八八健康有方，让您健康 N 次方。5月11号起，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三立财经台、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我们研判嫌犯是住在这，到底公司重要还是事实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每天一瓶葡萄王田七磷脂王精华液，磷脂固体质，田七补体力，双重保护力。喝完先回家，明天一早交报告。身体好，一切都会好。葡萄王田七磷脂王精华液。操盘投资实战班，棋子当冲速成班，7月15台北趋势精英与您有约，02-2506-6808，02-2506-6808。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看今天筹码龙。好，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一个筹码的部分。其实外资你会觉得说，明天要结算，然后外资的部位怎么那么少，对，所以你会觉得很疑惑 confuse。 那我跟大家讲，你不要想太多，来，我们请摄影师来手板，你看今天的外资是偏多操作，2900多口净空单，有跟没有一样啊，对，这有跟没有一样，剩下250几口，一点点而已。那你看现货部分，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大概20亿部分，所以现阶段代表什么？连外资都看不懂嘛，对不对？连外资都看不懂。可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会杀尾盘？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投资者要想清楚哦。为什么今天会杀尾盘？
代表什么？他明天的结算势必会有一些动作，他流仓如果让你看出来，他就不用玩了嘛。所以明天的行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跟大家去说明一下接下来的行情你要怎么去做看待。所以那内容的重点，好，我们再讲一次。来，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画面。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棋子当冲的速成绝招，我就教一招就好，投票，好，你就不要想太多，就一招，一秒定多空，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全新的多空指标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发表，还有台子期八月合约的规划。那其实刚刚广告资讯，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哈。中场里面我们刚刚这个广告资讯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都其实蛮希望说跟大家哦有个互动啦，有个互动。所以你看哦，接下来的行情看，尤其是今天我在教的是今天教大家倒 V 型的反转，所以以后一定会再碰到。我跟你打包票哦，我想是斩钉截铁跟你讲，你以后一定会再碰到。为什么？因为行情会重复。可是你必须要做对，这个很重要。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就是一个倒 V 型的反转，收最低。那你看，透过工具的画面就这样子啊，高档怪出现哦，分析转空。刚才星云还有跟我提到说，上次是 double check， 对嘛？对 ，double check 这样对比较安全嘛，杀下来大概60点的空间哈，60点的空间。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手册的内容也都跟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再给大家来看一次哈。好，倒 V 型的反转，你到底要怎么做掌握？以后你一定会碰到。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高档乖离加上分析转空。好，那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样子，蓝色的三角形加上分析由红转蓝，这种就很容易出现倒 V 型的反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行情，当然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帮助我们的客户来做操作，你就不要想太多。来，我们请回到手板，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部分，905这边偏空操作，这边8985，所以今天大概45点，昨天116点，加起来大概161点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操作，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得非常清楚，那就请你留意一下中场广告的资讯哦，欢迎大家来做一下去。好，谢谢威源为我们带来这一集的分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